那刚开始做的时候呢，是为了帮助差不多二三十个小朋友们，可以拿到一个书包，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因为面临经济的问题，他没有办法把小孩子送回去上课。那五年前开始的时候，三四十个书包，到去年我们做了3000个，所以说这个活动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大的一个活动，变成是一个我们每一年都在做的活动。今年疫情比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分开两个点，把东西 drop off 呢是在Expo Center 刚那边，然后呢平常 drop off 之后大家想聚在一起，然后 say hi 啊，做一些 networking 啊，就在这边。所以今天你看到这车子刚刚全部都是过来支持这个活动的，然后我们今年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物资，今天来到了1000多台吧，是各样的地方，有的是从北加州，有的是从南加州，有的是从 San Diego， 有的是从Arizona。一年差不多年底办的活动，差不多会有5000-6000台车子来，会比较大一点，这算是已经算是比较小的活动。Thank you so much. Here we go.小部分而已，对啊，大部分现在已经在上面，在那个 Expo Center 那边，对啊，这是我今天在这边收到的一些东西，这个装满的东西哦，装。因为现在，经济上的问题，现在就说很多其实中产阶级人现在，因为他没办法有工作嘛，然后就造成很多小孩子跟经济上的问题就需要帮忙，我们每一年就可以帮一点就帮一点，所以这些都是大家送过来的东西，你看。这么多笔啊，这么多纸啊，只是这边的部分，你还没有想上面那些，上面都捐是十几二十个 pallet 这样子。